大牌粉霜和平替交接工作。听说你招新人了，还是你的平替？所以你怎么还赖着不走？人家有名字，叫平替，多难听，说的好像连我过不下去似的。平是挺平的，替我他们不配。但你这太贱皮了，我还听说用完你这罐，想就不打算换新的了。大家都知道了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你忙自己的事儿，别信这些，都不知道谁传的。我知道，所以你闭嘴。我听可能听高光，你眼线笔，听美瞳，听小杨亲口说的，千真万确。所以你到底啥时候走？你忙去吧。有完没完？我今天不忙。你忙。哎呦，身上有点痒，赶紧洗个澡吧。妈呀，苏慧姐，你是不是生气了？咋没气死你呢？刚才骂我们骂得很带劲啊。怎么可能？我骂你什么了？妈，刚才我们说平地的时候，你脸色都变了。什么叫没了你我们就活不下去了？摸着屁股上楼，真会自己抬自己。我那是替你俩打抱不平。这也算骂？我还有更难听的没说呢。不要，他说你们是我平替，你们不配啊。我说我拿你们当亲妹，什么平不平替的，太奇怪了。呀，刚刚一不小心故意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呢。我呸，八二年的龙子，老绿茶。也别理他了，赶紧去交接工作吧。说了半天不是还要被我俩替带走。继续，咱们刚才进行到哪了？我走是因为小杨他压穷，我从来没承认过你们。说到为是小妹妹的去装校了。哎，怎么姐，老绿茶又做什么妖呢？姐跟你们说实话吧，姐就是个噩梦，我的奶油机天花板，至今也只能勉强。现在走还来得及，别到时候折在脚上了，把自己口碑给带了。不是我吓唬你们，我的意思是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啊。小杨面试我的时候对比过，我们妆效很像，另外我还有一定的遮瑕能力，应对红血丝，所以奶油肌这块我 OK 的。我真不想侮辱你，可是你让我很难办呀，姐姐。我主要是说给妹姐听的，她不是四号偏黄吗？换个好欺负的，那带我四号就好了。而且小杨是混油皮，我时装越久妆效越好，我也 OK 的。尴尬不？那就好，姐不是担心吗？怕你们到时候挨骂。我不尴尬，谁怂谁尴尬。我要开炮了。我们家哥弟不介意的。毕竟小杨是美妆博主，到时候说几句坏话，你们这个圈子就不好混了。哎，我记得不能随便，但我便宜啊。超过八小时足以按成办，但我便宜啊。便宜的粉底多了去了，你们没有竞争力的呀。我们能平替你？他这是要开团啊！我交大了，还比你便宜，我也交了。Defeat。交接完了，开始吧，姐姐。先玩滚。姐，你还有什么事吗？你怎么还不走？你们以为自己赢了吗？我还剩年底，只要没有，小杨根本舍不得把我。终于能扔了，是个假货。